那我就加起来马上送了。对呀、啊，现在正等你呢，就加下去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在等你呢，你们都随便说啊，大姐。好，你们都坐，我来给你们讲。那个，你们先把这个，哦，对，咱们这个，我就一直在蹲着。对，你坐下，我就坐下了。你们都蹲下了，可以啊。哎，都围过来了，我前走，我前走，就坐在这板子上面了。哦，腿就耷拉下来，坐板子上了啊。OK， 好。有的就席地而坐了，席地而坐了啊。啊。咱们这个讲讲，我给你们讲一下，咱们这个剧呢，让我简单的概括一下，就是青春校园偶像剧。然后呢，一共分三幕，今天咱们主要把第一幕给拍一下。睁眼就看到了他的母亲，一个又慈祥，但是又看起来特别严厉的一张面孔。他等于你还演，边说边演他。一张起床卡。哎，好吧，你没笑就完了，你得做成那个样子的。严重病，起床了，太阳照屁股了啊！这场就完了啊！好，这是我第一次排练。你们现在排的是，前面的一个序，等于这个剧一共分三幕剧，前面是一个序，就把你们那个样在这，按样的那个什么样吧，样的那个音节奏，前面先来一点再跳，正好排的时候过来。那么这个主要是那个千玺啊，千玺你来，你现在是舞蹈编导在这，他是整个的总导演，连剧带情节带什么，连编剧他是编导，好吧？你现在给他们排着，所以你们现在看着正在排着的时候，他跑进来啊，好来，整体试一遍啊，来，三步走，快点，不是看了。你看到把你奶奶命了吗，兄弟？哎呀，我来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保持联络啊，拜拜。关机不？我们选择最初的时候那段，好吧？你又忘了？那段说的不够那个。你又忘了？习惯了，在这儿呢，人在这儿呢。在这儿。那个李想啊，李想就那个炫组合那段再说一下啊。我们当初呢，也有人说我们放谁那了？也有人说啊，选择了一下，然后握手的时候看了那个机器，来有一个机器给一个。就是手上握手，要握手那块儿。好，我估计我够不着。你现在给一个近景的，不是俩机器呢吗？对，对，那个机器不动啊，还有他的那个，这个就是握手的。好，来握一下手，握一下。直接先把这握手。好，先拍吧，来，你看吧。好了，拍。椰子板上了。对一下。啊，等一下这个节目。那你就先把握手拍了吧。来，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握手。来，给个手位看一下来。换的，来，换镜了，来看镜。AD 是三六五四九三七四。好，就过来。来，好了，你们俩站好，来。好，站好，就刚才那几个。小顾，那这个正常拍。这个，刚才原来我位置。啊，这个没用了，刚才导演说刚才近景嘛。来，小徐准备快进。那个机器那个还要吗，导演？好。对，干物件。对，干物件。拜拜。那个多多，所以那个。